接下来姑娘问一个你最想问的问题，问两位。就是因为我现在吧，我做了三份工作嘛，所以说那个我觉得如果说有一天就是咱们结婚了，然后呢或者说我在家里面我什么工作都没有了，然后你们会怎么办呢？就是你们能接受这样的一个现状吗？我养你。好，好，魏阳。我作为我的老婆必须得在家，她得看着这个店。我想说的就是男人得为女人顶起一片天来，不管这女人多么的强大，她也有柔弱的时候，她也有需要去关心去帮助的时候。我怎么说呢吧，我小时候吧就是或者是在部队吧，但是一个养成一种习惯，女人不管多强势始终需要男人的肩膀依靠。我希望找到能依靠我这个肩膀跟我走过银婚、金婚、钻石婚，我希望到夕阳老去的时候，我们俩能搀在一起，漫步在夕阳下，过我们二人的小日子。你的抉择，如果选择二号的话，就可以幸福的牵手成功；如果选择丽阳的话，就要再次的去挑战。去证明你对他的好感。我可以征求一下我妈妈的意见吗？妈妈来了。嗯，在现场是吗？是在哪儿？哦，欢迎欢迎欢迎。阿姨觉得姑娘今天的表现怎么样？挺好的，在我们家来说吧，反正都挺疼她的。因为就是我出生在农村嘛，因为我结婚早，因为挺苦的。我有个想法让姑娘晚婚，完了不想让姑娘结婚这么早，所以姑娘留到现在29岁了、还没找对象。是这样，妈妈一直搂在身边，不想让找对象。对对对，啊、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所以大姑娘呢，今年31，结婚是29结的婚，老三呢有对象还没结婚呢。我姑娘，这是我逼着让她来的、啊。我也说她挺优秀的，14号，但是说按岁数、啊，因为她挺不错的。啊、按就是说这个小孩挺好的，因为适合，她说这个挺打动我的心，因为她挺适合我想象这样的。也是，因为按她的年龄，啊、我有感觉她今年29，因为她26，因为这年龄不符。我今年周岁26，虚岁27，虚岁28。28，不是，因为我是11月22的，冬月22的。啊，按咱们老规矩算的是过一年长一岁，生下来10个月又是一岁。哎呀，你再努努力，你就能29，就正好，是不？这急的呀，一虚岁虚2年，你看看。谢谢阿姨，谢谢。好了，燕子，再见。啊，好，再见，拜。好，姑娘，接下来，你的选择是。Oh!